DJ 圈石在 cut off 位，圈石红桃做一个三 B， 这一下西米大盲位二七杂色四 B， seven deuce never lose。其实小西米和 Cia 在这张桌上都是属于相对比较激进的牌手啊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打法非常激进，让大家也觉得观赏性非常的强。那这里圈石 CT 也很硬，你四 B 没关系，我们有二七 games， 我先 call 下来看看情况。结果 seven deuce 真的 never lose， 在 flop 上二七直接击中了底两对，圈石什么概念也没有，后门顺。哦，这里 C 萨西米打一枪，估计圈石就直接是秒盖了，然后秀出自己的二七。秀出自己二期，所有人都要给这个二期额外支付啊，所有人给 seven deuce 额外支付10块钱。真的就是那手牌，就比如这里小心灵真的觉得对手是一手买花，当你看到张草花 A 的时候，你怎么会不相信对手真的是一手纳斯花呢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你说运气好，你说我看到那张这个黑桃二的时候，那可能觉得说会不会是一个叫什么二 set 呢，是一样的。哦，这手牌打起来了，这手牌当然40，然后 CR 是80天 4 house， 转牌当然40小 4 house。 那这 Wolfgang 和 Sashimi 什么牌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那就看我，哦，这里所有人都 check， 那到合牌就要拧来拧去了。合牌一张草花二，牌面上非常干净，啥也没有，这里的三条应该是非常大，何况还是一个 full house 是更大了。那这里2000-2003的底池，这里 Diren 打满池， Cia 说你打满池，但是我还要赢你，就是这么的 crazy，故事就是这么的极限，你打满池我再拧到7000。那这里小幸运跟我刚刚没有什么考虑的，直接破牌。这里当然说什么情况，我这一手牌我 full house 40的 full house， 你有啥比我大，你了不起就是个 A 十呗。那小幸运这 CR 一看，哦，怎么你还有推到我手里的，我一手大 full house， 你又是什么牌啊？ CR 看看自己的牌，你难道还是一手八八不成？我这一手今天哭了，西亚直接吃到了最满的价值啊！这手牌也真的是一手非常哭了的牌，在这种非常干燥的面上，一个40的小 full house 打80的大 full house， 哇哦，这里给大人打丢了，直接冲过来给三 K 的椅子一顿摇。几乎没有，只输了一手77，几乎没有输任何别的牌。这一手44，是 race 到 race there 的后手，说上一个人刚被我送回家的出租车，你也想上回家的出租车了是吧？那这里44打 A 勾 ，A 勾杂色44，毕竟对子有点太小了，其实也是一个接近于五开的跑马，但这里44有被淹掉的可能啊，那。上一个人已经回家了，那你是不是也想回家了呢？啊，我来品鉴品鉴，我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也想回家。那来吧，44跑 A 勾，看看有没有 A 有没有勾啊。哦 flop 直接有四又有 A， 我的天，说刚刚那个人已经被我送回，哦，这里的人直接把筹码就移到了这个 Sashimi 的，哎，得转牌一张 A， 别说有的追，有的追了，现在发十发勾发 A 都行了，有的追有的吹，你先别急，我前脚已经迈上了那个出租车的这个车门了，下一脚你先给我拽回来了是吧？下一脚这个荷官说你先别急，你先别走，你先看看，你再看看呗，好吧，你再给我点机会，你再看看，看看合牌是啥，合牌一张十，哦，原来一张十让 A 完成了一个大 full house， 这全场欢庆，全桌欢庆，就是说我上一脚
都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这个车门，下一脚你又给我拉回来了。吴姐说，我叫你停一停是有道理的，你别太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太着急。问君西游何时还，畏途炎炎不可攀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一手牌就在全场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。那观众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各位拜拜。